天天做蒸蛋，孩子肯定都吃腻了。今天就教你做一个蒸蛋的新吃法，鲜香美味，孩子特别的喜欢吃。先搁到一个小碗里打满鸡蛋，再把这个鸡蛋倒到一个大碗里边，用筷子充分的搅散。然后咱再准备跟鸡蛋一比1:5的温水，再放入适量的盐，给它搅拌化开。再把这个盐水倒到鸡蛋里边，边倒边搅拌，充分的给它搅匀了，咱再把这个蛋液过滤一下。然后再把上面这层小气泡给它撇干净，再给它封上保鲜膜，放到蒸锅里边，水开蒸上8分钟。趁在蒸蛋这个时间，咱再做一个卤汁儿。锅里边油热了，先放入点肉末给它炒香。炒香后，再放入点葱花、洋葱丁、胡萝卜丁，简单的给它炒出来香味喽。再少来点蚝油，再来上点生抽提味，加上少许的开水调味，再放入点松茸鲜，少来点白胡椒粉。差不多给它煮上个1分钟，再来点水淀粉，把汤汁勾至粘稠。最后把咱这个卤汁往蒸好的蛋上一浇，这都可以开倒了。咱这个鸡蛋羹都做好了，我先给它尝尝。这个蒸的鸡蛋羹非常的嫩，尤其用这个往米饭里一拌，特别下饭。好吃。